我聽人咁樣講咧，原來年輕人嘅快樂，你話我鼓勵年輕人快樂。原來快樂裏面咧，你即係包含咗一樣嘢，就係話佢個快樂，如果係建築喺一個佢嘅興趣上面，佢就會快樂。假設就算係嗰個讀書又好，甚至乎研究音樂又好，甚至乎我即係好中意聽歌，或者甚至我喺度跳舞。你將你自己，可能我唔係一個跳舞嘅能手，不過我中意跳舞，就我研究咗跳舞，因為我興趣，我快樂就來自於嗰度嘅話咧。其實一樣有成就喎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你可以將佢個興趣變做成就咯，但係你未、哦、甚至冇可能唔需要成就，或者根本唔需要成就。咁當然有人話咁唔使揾食咩咁樣，咁又唔係一講開咩嘢都係講緊揾食，一插入嚟咁就冇嘢好講啦。基本上咁得啦，我都係揾食啦咁。即係唔得，所以大家一講譬如興趣，可即係真係撇除咗揾唔揾食嗰個位先。我覺得呢個係對青少年或者對成個社會有。先可以有得發展，如果唔係，大家都成日係講緊去揾食。哎呀，揾食都係得幾行嘅啫，咁係咪？食得幾揾得幾多同食得幾多啫，一世人其實你係我都知而家香港買樓好貴啊。咁但係係咪真係一開波又要講揾食咧？咁不過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好大嘅掣肘，就係始終空間好細。咁乜嘢嘅空間？地方空間定係發展空間？好似我哋嘅特首咁講，所有嘢都係土地嘅問題。其實有時都真係土地嘅問題。